2024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廊坊站的比赛近日开幕，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22支球队参赛，是中国三人篮球队在巴黎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机会。本次比赛，中国三人篮球女队派出王丽丽、张芷婷、万纪元、陈明玲四名即将出征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出战，中国女队顺利夺冠，王丽丽获得赛事 MVP。